你，我牛逼！看来我目前的有。我操，牛逼！克隆呢，这个德国的鼠式坦克哦，还是有那么一点厉害的。昨天呢，我们用苏军的武器哦，挨个来枪毙哦，这些鼠式坦克呢，竟然安然无恙啊！这么看来哦，能够打败德军坦克的只有德军自己了。今天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哦，被德军放弃的一系列坦克哦，能不能打败这个鼠式坦克？ 今天呢是一场重量级的对决哦，因为两款坦克的重量都超过了100吨，特别是这个鼠式坦克哦，它的重量呢已经达到了180吨了，接近200吨呢。但是这个E100坦克哦，它的口径呢更大哦。今天呢我们使用的E100哦，它的口径呢是155毫米的。虽然说在装甲防护方面啊，它不如鼠式坦克，但是呢它的火力啊要更强。不知道这两款坦克你们更喜欢哪一款啊？今天呢是老鼠开会啊，我准备了10辆的鼠式坦克和10辆的E100哦进行对决。这么多的鼠式坦克啊，躲在一起哦，还真的是非常具有压迫感的。 其实呢，我觉得今天这个鼠式坦克应该是打不过这个150的。虽然说这个150坦克它的装甲防护呢不如鼠式坦克，但是呢这个鼠式坦克装备的是125毫米的炮，也不一定啊能够威胁到我们的150坦克。这个鼠式坦克呢实在是太笨重了，它的炮塔呢还有移动速度啊都非常的慢。现在呢双方已经开始交火了。这个主炮打中了之后呢，好像没什么反应啊，跟别提这个副炮了。这个75毫米的副炮打上去啊，那肯定是个老友机啊。我发现这边呢好像出了一点交通事故。哎呀，要！这是什么造型啊？这么别致啊！所以说这个坦克不能太大，还是小一点啊比较灵活。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150的炮，看一下它的威力怎么样，能不能对这个鼠式坦克产生威胁啊？这个鼠式坦克果然是够坚硬啊！冲啊！看来呢，这个再坚硬的装甲都有薄弱的地方，直接呢被一炮给击毁了。但是呢，现在战场上这个鼠式坦克依然是非常多。 现在呢，这个100坦克算是损失惨重啊，只有几辆能开火了，其他的大部分都被消灭了。但是呢，我发现这个100坦克也是非常的坚硬啊。最后呢，战场上还剩下2辆100坦克，差不多开了10几炮，才把这2辆坦克完全给消灭掉了。最后的战果呢，是10辆的100坦克全都被击毁了。鼠式坦克这边呢，我来数了一下，差不多有5辆左右的坦克没有被击毁啊，还有作战能力啊。 所以说，今天的鼠式坦克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啊！好的，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视频，拜拜。